在哪，电票台中也没有上映这样子。对，果不其然，这一次《落叶之歌》我一上映的时候我就超想看，可是台中还是没有。对啊，所以今天就来这个场地，就是看不成，目前看不成片的，来过过干瘾，好的。大家好，我是蔡佑，然后我是理工科大学生。我今天来这边是因为我的爷爷他是曾经打过对越抗战的那个算是国民兵嘛。那我做从我以前，然后他我爷爷在讲，然后书上在写，电视在看，都是同一个东西，在讲的是同一个东西。我想说，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可以去听到别人的声音？谢谢。Okay, 所以今天是可能在座各位有的是不是来是去认识这个故事，有些其实也跟自己家族的生命故事是有关系的。大家好，我是柯翠娜，就是之前生病都有一阵子没来，然后这个慰安妇阿嬷的芦苇之歌关注蛮久的，就之前台中的那个文化中心曾经有办，结果太多人抢，没有办法看到。后来就一直在等，终于有那个电影要来了，结果台中没办法放映，然后就只好有可以来听的讲座就来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的老师吼，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那我对这个议题真有趣味吼，顺便打个广告一下，就是大家知道今年中山七十年，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办中山七十年的共识展吼，六都里面只剩台中没办吼。那我们最近有跟文化局谈，那还在努力中啊，但是就说经费少很多，可是。决定要办，然后会在10月17号到11月1号，就是在那个市长公馆，就是一中旁边，会，对，市长馆里面就办哦。那现在在努力，因为这几天我也是很辛苦啊，是在忙这些事情啊，谢谢。嗯，大家好，我是朋友找过来的，对，然后我想身为女性。然后看看他们的人生故事，对我们应该也会有所启发。大家好，我是安妮。然后，因为我是算只有个常客，然后就是有发邀约的话，然后有空我就过来看这个那个演讲。然后这个故事跟我比较有接近，是因为我曾经是立新的职工，然后我也是立新孩子，所以。我想我对这个故事的想法是跟你们是绝对是不一样的。谢谢。哎，大家好，我是钟林，那我也是哲儒志工。那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议题，其实还蛮沉重的，可是那个杨老师有谈到这个今年中战七十年，那我觉得中战七十年就是。对于台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被殖民的一块土地，我觉得我们要很深度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很不喜欢用有人，比如说以中国来讲，或者是说包含现在很多台湾政府里面的官员讲抗战胜利。那其实，在战争里面没有谁是胜利或失败的，全部人在这个战争里面获利的到底是哪些人？可是来自那些有权力、有 power 的人，真正输掉的、失败的，其实都是人民。那所以我觉得说，用所谓胜利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然后而且很不带情感的在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战争的结束，就是说应该是来自于一个我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哦，那人类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对于一些我们崇尚的一些某一些有意义的正面的价值的渴望，我觉得那才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包含那些正义的价值。那正义价值包含回到慰安妇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长期一直在谈说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可是我们就是看到说有被害人却没有加害者，加害者失踪了，加害者失踪，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我觉得。包含像这个议题里面，我们可以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后面中途志工，
大家好，我也是那个折舞的志工，我是韵芳。那这次的活动呢是我邀请的，因为我在八月，应该七八月的时候，我在 Flying 上面就看到就是傅园慧他们那个募资的活动啊，我就还蛮就是看影片觉得还就蛮受到感动。然后可是我发现好像台中好像没就是没有那个场地可以放地方，就觉得蛮可惜的。就希望可以透过就是这次的活动，然后让更多人就是认识到这个议题，那希望可以。就是有一天可以在那个上映这样，然后可以就近看到，这是我的私心这样。好，谢谢。OK， 那因为接下来这两位是一位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跟主讲者，那我们先请你们就是先移驾到前面，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进，然后就做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折舞志工。然后我觉得我们年轻一辈会长大，然后但是老一辈的会老会死去，所以有些事情必须被记录下来，所以也很希望可以听听一下讲者分享，还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看纪录片，谢谢。大家好，我是齐翔。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生理女性，身体上的女性就是很容易会应该是说，我一直有点自己有点排斥听到类似的议题，比如说真的是，比如说关于性侵或者是什么的。那我觉得我有点强迫我自己到今天特别过来，然后单纯的想要了解这个议题，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有一个交流这样子。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媛，然后。也是好伴这空间的就是经营者，然后好伴同时在关注的议题就是包含就是社会创新，然后跟中确再生，然后我同时这边也是一个平常也是一个共同工作空间。那如果对这几个议题有兴趣的呢，就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就是跟我聊聊，然后或是上网搜寻好伴。谢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但是，因为有人讲我讲，就是爱时间的老会主张，来不得塞，那个叫大哥。我有一个疑问啊，真侪电影奇怪，我台中拢听过人过，所以变我嘛唔知台中人是看无啊，是讲台中人真了解，我就无了解，因为足已经足侪部啊，我台中拢听过，我也是讲台中遮意义拢无这个意愿。变往时啊，阮含阮一寡大好朋友啊，阮定定爱用包场去看，啊包场你嘛知影，迄身份足悬，好感谢。啊，我袂记介绍我啥，我是听礼拜五志工廖家水多谢。哦，对，就是那个在我们的 FB 上面，大家其实今天参与会的话，就是我们会有现场直播，然后也有我们志工会帮大家就是把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先借用各位的双手来欢迎今天的主持跟讲。